七宝同乐会，哇，今天是我们的邢台登店大典，现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贵宾好朋友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莅临，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七宝同乐会，一起来参与今天晚上非常隆重而且非常热闹的晚宴活动。再一次感谢跟大家自我介绍，我是今天的晚会主持人金晶，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七宝同乐会。那么开场呢，带来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咯。来，这首《夜空中这样星》送给你们。一颗这最大的心，能否提起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？气氛组来着。夜空中最大的心，是否记起曾与我同行的心灵如此的深刻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不能来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非常多的礼物给你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心灵如此在哪里？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是太阳先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会唱吗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晚上一起点亮七宝同乐会，要走了，你们手手接着我，一起来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真心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真心。哦，夜空中最亮。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也让我迷失在黑夜里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你照亮我真心。谢谢。好久好久，非常的没有大家气氛这么好。那今天呢，现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贵宾好朋友，再一次欢迎大家莅临来自我们的七宝同乐会。那么今天